请。啊？什么事情？你拉挂这个横幅要经过申请吗？你跟卡拉瓜什么关系？啊？叫你拍住！你跟卡拉瓜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我问你，投诉的谁投诉的？给我。什么关系？我中级了，你看清楚啊！好，别动用这种方式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钱警官。这边老大的。城管是哪台车？我都不相信了。这是什么关系？跟我说清楚。关系。关系。让你们拿一个摄像机过来。叫人跟住的，啊！开玩笑，整个道教政府都在挂，是重点项目，轮到你说吗？你哪一年党龄啊？你拉这个横幅要经过申请什么？你有多少年党龄？告诉我，我党龄都打过你。开玩笑你！把工人们叫过来。好。喂。要么叫你老大来，要么我马上去打电话给城管。可以啊，反正我们都是按程序的方式。谁叫你来的？你告诉我。你拉这个横幅，我们就要处理。这里申请没有？啊。这个申请没有？申请了。这里你申请没有？影响你什么嘛？那你拉的横幅在这个方向，我进不了。我进不了，不要再讲，我党龄大过你。你这样，你去那个火炼处啊，重点项目，火炼处也是东莞工程的重点项目。你们打电话给，叫他们打，叫他们打个电话给肖书记。好。这是我派人来。好。我看看谁拆的，横幅全部放下来。你打个人啊，你打个人啊，我这打不。我不相信，横幅我可以给拆你，但是你放下来先。啊，横幅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你不要不要开玩笑，你真是你要拉了，你做了几年城管呢？啊，我没有，老子管城管的时候，你穿开裆裤呢？你当我是谁啊？我是来投资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帮我去找五十个来投资，这是合法经营呢？哪里不合法？啊，你拉这个东西要经过申请。扯鸡巴蛋！不合法的事情多了。叫着几个人跟着他，好，跟着，把他脑袋抓过来。喂，把这脑袋给拿了。不是脑袋，是后胸，都疼了。我姓马。开玩笑，你们这样做事的？我搬现金搬五十个亿过来到你东莞投资，说的难听一点，连工资都是我发的，没大没小的。以后的这样做啊，我们根据这个形式来办事。谁叫你来叫他过来？但是你不能叫我这样做啊！开玩笑，你总会找到我再说吗？到这边扯车什么车？你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，我放心，挂上去的话就经过。通过谁？你申请？你去看看火炼处，投院计划，市长同意的，这我们这也是重点项目。你有什么来源？违法啊！这什么都违法。怎么就这房子本来就要拆了？要拆钱吗？但是你不能，这个不是违法。你这边在建什么？这是危房啊！这不是危房，这是什么房啊？马上都要拆了，你看那边。你看这里还有经营。那他赶紧搬走啊！搬不搬走？这个不是我。对啊，这个不是我。这个危房还不搬走？你搬不搬走不是我说啊。你不是说你就不要来管这个事情啊？就我们去，我去哪，我来，我们就要管啊。谁给你告的状？我问你，我谁去找的你？啊、谁让你来拆的？谁找的你？你不管是谁找我，你能告诉我谁找的你？我们巡查这里，看是。你巡查到底是谁去找你？我们就巡查，我们。那你为什么去火炼处巡查一下？我每天这么多人这里，你去火炼处巡查一下。我每天有这么多人这里巡查，肯定看得见。去一下火炼处，来，我给你看。
火炼处到处都挂着标语，好不好？要不我们挂上，要么你去把火炼处也拆了。我就问你，凭什么喝死包饼？你执法选择性执法，给抄下来。选择性执法，钓鱼执法。当我是没到当，我是二五仔是吧？我这吃进来，叫着几个人过来，跟住着。你们抓紧跟施工人员去说。